们有一点只是在讨论，因为其实 Elisa 跟远根算是这次的演出才。我知道啊，这个是没在话下，但是我是要强调，就是没默契。好，就是那个，总而言之，今天我们来女巫店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，就是超好妈吉跟就是音乐那个音乐师傅，就是大家一起在这边，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就我刚刚有一种觉得，就是怎么这么妙的感觉。对吗？很妙啊！然后就在跟刚刚就在跟Elisa说，我跟那个元根是怎么认识的？其实我们第一次一起表演是2018了，对不对？八月。其实也已经两年了。然后元根那时候跟我表演是他第一次演出，所以就是也很妙，就是你寄了一封 email 给我。然后寄了他的音乐给我，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回信的人，这样，然后我就是听完之后，他说你愿意一起表演吗？然后还有他的那个 demo， 然后我就回了两个字，好啊。我就觉得很酷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就因为我也没有特别想这些，但是后来因为我不是跟你说，我前一阵子发我们的那个 email。对，我们前一阵子就是事隔两年，就我把我的 Gmail 打开，然后就把那一封 email 再找出来，然后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很无地自容，就是，但不会，你的 demo 还是很棒，哦，蛮不棒的啊，我觉得很棒的，就总之大家可以去听李元根跟他的乐团作品，我非常非常喜欢，就是打腿，就是他现场真的是太有趣。我是机车少女，对，然后就是，对，但我刚刚还没有讲完一件事情，我还要说完，就是那个，对，那就是因为看那一封 email， 我才深深的检讨，有的时候好像这样回信不太对，就是因为我只回好啊，但万一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回信很没诚意，那他就不会。不是，这不重点。我一直说这样，我们就是少了一个朋友。可是你就没有，你就不需要去浪费那个时间去加入他。可能就是谁不会喜欢一个人，音量就很好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如果他不喜欢的话，你也不要喜欢他。我们都不要喜欢。不然以后我们要跟家人我们都不要。不然以后我们再跟家人联络吃饭，你是发一封，你下次就发一封 email 给你嘛。而且那个今晚吃水，哎不对，他也要他发给你。反正那个内容要写在那个标题上面，内文是空的，那我就空。然后那个好啊是写在标题。好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okay、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们今天练团的时候，其实一直在一个，就我现在已经有点连上了。但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因为一直可能练琴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可能练琴一天练太久，然后练到我觉得我的大脑，我的。右左右脑已经不停，就是已经没有在正常运作。就是今天我们练团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哦，对，说一些我不知道我在。今天我翻出就是二月的时候，我们也在这边表演，然后我个人迟到了快一个小时，然后我跟他说，哎，记得那天我迟到了一个小时，然后他以为是他迟到，然后他说对不起。然后他就说我在说我迟到，然后才哦，就因为我脑中就只有我迟到，然后就是你就觉得是你自己，没有，对，就已经自发性觉得是我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们先赶快唱歌，这样聊下去会没有 ending。就总而言之，待会还会再介绍其他朋友，就是我们先唱歌。下一首歌是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哦，我踩到线。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大状况，我上次还有在地下社会，就是把自己垫到躺在地上，然后最后是那个 TZ Back 的那个 Bass 手上来把我的那个。麦架拿走，因为我也把酒打翻，结果我全身都是湿的，然后就通了个电，然后就是产生一场司机意外。好，总而言之，我现在我要换吉他，我在干嘛？哎呦，哦，不要让我
讲话了，你乐轩，我这样，然后这一首歌我很想要，哦天啊，我又很想讲话，怎么办？不然等一下我回去po文好了，就是这首歌。就是这首歌，就是应该有这首歌，就是可能已经讲过很多次，就是表演必讲。但是就是这首歌在魏如萱的专辑里面，就是藏着并不等于遗忘，这张专辑里面有收录这首歌。然后这张专辑有入围今年的金音奖跟金曲奖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去 Spotify 帮我多点几首这首歌。好，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。我在天空上效果的一个旋律，然后我现在要开始教这个地方，就这样。待会你们听到啪啪呀啪呀的时候呢，你就一二三四，啪啪呀。
超好听的，你们可以以后表演都来唱。啊，对，刚好趁这个时间，那个今天就是我那个2020的第一场个人的正式专场，所以呢，为了感谢大家今天来呢，刚刚礼物店特地送了我一颗李子。那因为我自己并不想要享用这一颗李子，所以我要为大家来呈现今日的班班让梨。然后就是有好吃的水梨会从这个地方传下去，这样。那我们就先从这边地方，等一下，我们这边从这里。好，谢谢我们今天的李维。上一次我生日的时候，也是他担任一个帮我切生日蛋糕的角色。谢谢李维。嗯，好。然后就是每一片都是我用我的亲手切的，冒着我待会要表演可能会剁手的关系，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就是把这个皮吃下去。我刚刚本来要削皮，然后一语义正言辞跟我说这个皮是可以吃的，然后好，皮有养分，对啊，对啊，嗯，好。然后下一首歌，我们要欢迎今天